真的好幸运，看到合欢山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雪，民众等不及，赶快和大家分享这样的喜悦，纷纷拿出手机录影拍照，完全不畏风寒。但弄清楚，原来这不是雪，而是冰线。你看上面都是雪花耶！合欢山的初雪，我们幸运的遇到了，好幸运哦！一颗颗小小圆圆的冰线常常被误认为是雪，但是冰线的掉落速度比较快，呈现弹跳状，而雪则是冰晶片状，以飘落的方式呈现。其实温度再冷一点的话，就有机会能够看到雪。大哥，我已经录了，你帮我录。录什么？录，就是扫过去，很近拍的，然后扫过去。现在合欢山上已经有冰线，冰柱树枝上也结满了霜，就差还没下雪，民众早已上山等待。就是因为这几天气温偏低，有没有机会能一睹合欢山初雪，一切就碰碰运气。记者洪杰明南投报道。